来了。该可以直接冲过去了。看一下应该要用什么来打，这只先吧。大家的血先帮他补一下，先把东山清一清。哦，哦，好像没有什么好清的。三分之一还不够。好了，王场，银月王战场。虽然我试着妨害你，但也期待着你能抵达这里。或许人正是要背负着矛盾才会有所成长。木村，既然我们生来作为金刚队的一员，就希望能让神奥大尊喜悦。来吧，如果你认为自己能达到一心想守护王的我，愿意奉陪。就算被钱臭，也要坦荡荡，尽情臭翻每个角落吧，坦克臭敌们。欸，他这次不问我要不要打，欸，哇，直接进来，欸。哇靠，这次是直接两只啊！干，你喷火！直接重踏，滚！哎，他还有一只，是那边吗？哇！重踏，补出来啊！可怜，嗯，烈焰头吧，啊，烈焰头了，效果绝佳，是不是？哎，他才22级哦，我要跟你认真。这应该是他刚刚打我打不赢，然后跑去再抓两只来。他打不赢，然后又再抓这两只来，在那边装。边用催眠，以为可以哦，好像很屌一样，可以把我催眠住。啊，我不是输了，只是你赢了而已，北蓝。滚啊滚啊！不可能告诉你，无所谓啊。无所谓哦。钢石哥，根本不用去理银河队的家伙们啊！我说你啊，你看到王狂暴的样子了吗？你看到他已经无法抑制源源不绝的活力而痛苦不已的样子，难道没有感受到？北兰。那是被神奥大尊钦点上的喜悦哦，神经病，你是有病是不是啊？我不是要告诉他答案，而是要把顽皮蛋喜欢的尖尖矿送给他。来，
啊，还跟他做，妈那个废物会做，他才不会帮忙啊。最后还是屈服于馆长的那个淫威而下，滚啊，不用你烦恼啦，北七，浪费我们的时间啊。这里哦，然后干，你是有病是不是啊？根本不干你的事啊，滚啊！好多球，好多宝贝球！哦，这一次大吃哦！顽皮雷弹，洞窟王！啊，这是在洞窟里面吗？我们是在洞窟里吗？我们是真的在洞窟里哦！球会追踪，好远！所以这一颗球没有办法躲掉的。妈的，躲不掉啊！快站起来啊！哦，不是啊！看。哎呦！哎，不是啊，你那个他妈的那个球，他那个球是一直跟踪人的，怎么打？
46级的顽皮雷弹，效果不好。迅疾，能量球。能量条，哇，直接被打死。哦，为什么火系对他这么好？先把这只上去吧，这只我觉得其实应该打不赢，这就是不打他会用，应该可以直接打死。他还要再喷球，是不是？死了、哦！不是啊，你那颗球怎么躲啊？请用最快速度。不是啊，那你那个球，我要躲去哪？哦哟！所以不能打来，不能那时候不能丢，是不是？能躲。哇！你就欺负我们这土台龟。又可以再跑一次，不知道直接电死。刚的剧情一模一样啊，一模模一样样啊。来吧，
三颗啊！快跑啊！各位快跑啊！我去你妹的！反正那个就只要躲就好，根本不用跟他正面对抗。哎、欸，我五九，你四六，然后你还先出招，这个不太合乎常理了。啊，好，算了，你是王，但我们也头目啊。轻轻松松啊，来喽！我去你妹，去你妹，去你妹的啊！去你妹的！砰！愤怒的宝贝球。精灵球吧。哇，这个皱纹头条纹很多、哦。雷电石板，拜拜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哦，我做了珍宝，但一旦神道大尊赐予的庇佑失效了，我就充满了寂寞的心情。有病啊，神经病了！那是因为你把自己的想法投射在他身上啊。当时这个的说教对我来说不痛不痒，但是这样神道大尊不会生我们的气吗？你还在神道大尊啊？神经病啊！你为什么又跑回来了？那我得一起行动，唤起了一些记忆。那应该是发生在我失去记忆之前所在的那个世界的事。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抓宝可梦，而且和他们亲密的互相扶持一起生活。当中有一些被称为宝可梦训练家的人，他们会锻炼自己的宝可梦，以更高的境界为目标，不断的进行宝可梦对战。他们透过彼此对战来更加了解并肩作战的宝可梦，以及对手与对手的宝可梦。宝可梦与人同心协力，一起开拓道路。要是只有宝可梦强大，或是过度害怕宝可梦的话，实在是不会改变的。原来如此啊，曾经的世界也一样吗？是的，原来也有那样的世界存在啊。原来如此，木村我都懂了。不是只有宝可梦变强，而是木村我才该要变得更强壮，足以让宝可梦变得更强才行。在刚刚的番。化实现之后，神道大尊就会十分喜悦了吧？神经病！你果然还是神经病。棒极了！对，我现在是要回去了吗？更高级一点就是下一只王。祝庆村。我也要去报告吧。看见猛兽，回去喽！先存这个吧。这个骨头，剩下差不多了，应该是不用补血了。那等下应该会补。哦。
似乎有进展。哇，好哇，好哇！够。这小妹妹怎么了？是啊，鲤鱼王啊，不能飞啊！旗啊，那个是旗。啊，鲤鱼王，那这样还要再去抓了，当然不简单啊，我们是谁？我们是谁？我们是谁？耶！先下去一点，那个道具应该是可以的。拿去吧！别以为它普通石头，坚硬的角度，偷走我的宝物，我绝对无法原谅他。哦，吃炒北鼻，我先去把那个家木长的那个马家木啊，哇，原来如此。木村认为王之所以会狂暴是神奥大尊给予的考验，虽然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正确，但那个所谓的神奥大尊为何要让这些王变得狂暴呢？神奥大尊是为了什么事而愤怒吗？还是想要撕裂人们与宝可梦的关系？宝可梦在想些什么？人们是不是无法理解？说起来，究竟为何时空裂缝是什么呢？究竟为何会打开？嗯，应该累坏了，去看又去那边吃饭了。我已经交代十月，哪次不是哎？啊，危险的登山。吃玉饼喽！又在抖，又在抖。今晚由马家木做东。哎，这三个，不是啊，我累，我去我去做任务回来，我吃应该是 OK 的。你们两个在忙什么？你们两个，你们就去就在村子里面等着我完成任务回来一起吃饭，赚吃饭的，太卑鄙了吧！死白鹿。隔天。神清气爽，早起的鸟儿又虫吃。哦，我在那边计较，女的就是这样。怎样？他妈又有什么事？啊！我怎么？王与女王共有四只，
没想到，想不到你这个从空中掉下来的迷失者，竟然会表现得如此出色，智障还真是不可预料。那么剩下的王就是纯白冻土的冰岩怪了。据贝所说，他是最巨大的王。冰岩怪是吗？去政府最后的王，冰岩怪。这么一说，说不定时空裂缝会出现什么变化呢？珍珠队就不用说了，让金刚队和银河队也合力来解决问题吧，大家一起迎向光明的未来吧。我会在诱人又冰又冷的纯白冻土等你的。沉睡的雪原网。你仍旧是可疑分子。干妈，我已经征服了四只的网，然后还在怀疑我，你有病啊。哦，怎样了？靠腰啊，这只手。滚！纯白冻土那里是起翠地区最严峻的自然环境，除了你，没有人有办法调查。啊？为什么？谁说的？他爱来的认知啊！这个太难了，鲤鱼网，妈的！宝可梦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，无壳兔这个应该有。啊，干！你要先看桃红色的。色在这，水蓝色的，可以了吧？我还是觉得蓝色比较好看，因为蓝色那两个头，那个两个耳朵还是什么脚。商品增加，然后呢？这里又有一个新委托啊！操！伊布，你还有新委托？哦，结草贵妇。看到了没？我抓到了啦！我有灵感了，这样又有灵感。你他妈的还有？啊，各给一个。哇，好麻烦的呢。碎片呢？来，麻烦的老太婆，都给你。
背影，哇，你一个人就这么多任务啊？看看你的衣服啊，那顶多这些帽子而已啊，你也没有比较倒的帽子。我头戴干嘛？小猫怪，祭典，防寒。宝可梦装，防寒。哎，说真的，你的衣服都没有很好看呢。鞋子也超丑的，便携也是骗人的，下次不会再来了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已经收成了哦。六个潦草，两个 PP 草，烂。薄荷是什么？哦，一万。第一次了。贵。新委托。结草了。我有结草了啊。这些傻逼，这里吧，哦，那个呢？啊？干，这是最初的、欸。怎么样？哦，沿着矿石的这个吧。啊！垃圾包覆的，这个吧，这个是被垃圾吗？这粉，可能吧。没完没了，真正的结草了，白痴，滚，叶子死，哎呦，为了结草而吵架的男人们，感觉一堆村民们，我去开个门让我家的狗出去啊！
好了，看一下这个老头要干嘛吧。元奥调查组，听我说，伊布不见了，什么都免谈，帮我找出伊布。啊，总部工作的那群人。我他妈的，来帮你们找。你有什么？你又怎么了？这两个又在吵架。三个沙滩萝卜，这是哪来的？不是，现在总部。那总部要去哪里问啊？我要去哪里问？先飞楼先问问。好吧，楼下。啥？啊，大家都没看到伊布。怎么会有人讨论伊布？伊布螳螂。可以拿吗？干，放好看的。没有啊，没有人会在谈论伊布啊。不，还是它就进化在这了。哦，是啦。父亲。我要去做那什么。什么鬼马分哦，奇掰的。原幼团原料，幼团原料不就要再出去买？看，你真的会麻烦人呢，老头子。
快！你是我的伊布，是的，珍奇糖果，应该在一个时间吧。水火雷啊，雷之石好像有挖到。下去楼下，这个是三小，你又怎么了？跑跑腿，在开玩笑。然后这个100根哦，我看哦，昏昏地暗哦，烟狱呀。曹 baby 的艳女，应该是他会曹北吧，他一定会面向北吧，所以他叫曹 baby。 那曹 baby 在哪呢？哦，那他不在这，不在这的话，我们来瞧瞧。蜜的味道，三蜂蜜，我没有三蜂蜜吗？我没有，我竟然没有。这样子可以先来这儿啊。是的，狂暴王也造成一些伤亡，所以我能理解政府他的这个选择，但是在存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害，我们真的有必要介入吗？但是冰岩怪是最大的宝可梦，说不定会引起雪崩，就算原因不是宝可梦，还是有可能发生雪崩这种意外。极度危险。Sorry， 哎，还要打。
他真的是有病。你还是只有三只哦，好可怜哦。打两次都没有用到我，打雷还可以再刺一次耶。哇，这个还出来了。拜拜。拜拜，一打三。千万不要勉强自己哦，当然不会啊。这样子的，我们帕奇荔枝不能再进化了。他的烟玉不在，这里也没有烟玉啊。怪兽跟龙啊，先去拿烟雨，然后卡地狗这么多只哦，哇，这么远，疯啊！像卡地狗，
哇，六位。中，不要躲了。只是说卡地狗，在这。没有看到，他是不是要这样刷？先回村一次。先回村，然后再过来。好像是可以直接读取就好了。这个是哪里？全清。白目耶，他硬要打。要打，
去吧，互抢吧。宙斯，格斗。啊，没受伤，那也没直接死，啊，应该下雨。火的威力变弱，在上面才对。冲啊，卡皮狗！没有色围啊，全抓完，你一碗，我要再冲他小。
个女的到底在哪嘞？又是你玩，那边的任务是什么？哦，那是要回去。那女的在哪？会不会在那个隐泉路、隐泉之路那？更新才可以有。还要更新啊，要回报啊。哦，就是要打是不是？你是谁？阿松，阿松，阿松的那两只是谁 ？Oh my god！ 樱花儿，打得赢吗？爆！哇，一击必杀！哇，先催眠然后再打，战术也很屌欸。
run away. Run. 哪次不答应？那你会给我什么？拜拜。三个星星沙子。